扶贫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举行了一系列有关贫穷问题的研讨会， RTV 就这个议题制作了一共8集的专辑，并请来来自各界界别的嘉宾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RTV 的网上更新。很快又到七一大游行，我们上街去，上街英文 We will take to the streets。 那为什么括弧 S 的呢？这个就奇怪的，是上街 take to the street 就这样一条街又得 take to the streets 众数又得，他意思是如果是单数呢，即是随便哪条街都得啦。然后streets 是就是所有的街，即是一般如果给我选，我通常会说有 S 会安全一点，即是笼统说来综合地讲这样呢，通常是有 S 会比较好的。但是不要误会说take to the street 或者 take to the streets 有没有 S 都没所谓，即是单数众数都没所谓，是这个的而已。当然另外有其他例子，但是要很小心呢，就是英文有些是讲明是只是得众数的而已。譬如说could you give me a hand 给一只手，我们广东话的帮我手，帮一只手的而已，一只的而已。 give me a hand 就不要说帮我多一点，就give me two hands 就不会这样说话的。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有人講完嘢或者咩，即係叫我哋哇大力鼓掌 ，give him a big hand， 俾一隻大手佢，明白嗎？係意思係大力拍手。A big hand 就唔係話為咗誇張咧，不如講give him plenty of big hands 咁，就唔會咁講嘢噶啦。A big hand 嚇，一定係單數嘅。好啦。上街有什麼理由呢？很多啦，包括就是有政府學童上網計劃的什麼，這些叫做醜聞 All the government scandals， scandal 是醜聞 scandals， 然後 conspiracies， 這個你說的 alleged， 我們說涉嫌給個所謂疑點利益歸被告，Give the government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doubt 嚇，等佢即係嚇疑有疑點利益嘅咯，即係你冇確實證據先。咁但係咪真係有啲陰謀咧 ？Conspiracies， 有年輕人我聽過讀咧，就係 conspiracies 就唔啱嘅。做動詞 to conspire， 我哋自己密謀咁就係、是。讀 conspire， 但係變咗做名詞咧，就 conspiracy， 然後plural 就 conspiracies， blunders 就係嗰啲錯失，係比一般 mistakes 錯誤咧係更加個感覺係論盡啲嘅嚇，麻鬼煩咁樣啦嚇。The government blunders， to blunder something 咧就等於 to screw up。咁你話哇 screw up 係咪好似好粗鄙嘅咧？唔係。正式的字典嚇，拎住本牛津大字典都有嘅 ，to screw up 咁解。咁啊，我哋時時話2003年有50萬人上街，係嘛？50萬英文嘅數字咧，真係要好小心，因為我譬如我哋講嘅10000英文係大家知啦 10,000， 我哋嘅單位是一嘅啫，但英文就是去到十嘅啦，10×1000就等於10000 ，right？ 我哋就話10000，佢哋就話10,000，咁50萬就係500,000，係即係一就變咗十，咁50萬就要加多個零 500,000， 呢啲咧係唯有練習翻嚟嘅。你同人哋講數字嘅時候啊，等我諗下先，係咪加多個零先咁咩？咁就即係唔叻啦，係咪先嚇？要慣嘅自己有一個數目字好緊要，大家一定要死記嘅咧，就係、是、英文嘅 1 billion， 中文千祈唔好以為係得日億。英文嘅 1 billion， 中文係10億，記住嚇，這個一定要入咗腦先。1 billion
中文是十億，咁調翻轉頭，我譬如話中國人口13万，啊唔係講錯，咩13万？中國人口13亿嚇，13亿，咦？咁英文係咩咧 ？1.3 billion，1.3，OK， 好啦，好啦，拜拜。向你誠意推薦 iRead。iRead 是什麼呢？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網民等等，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和 blog 等等發成電子書，令到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這個就是 iRead。